下午好，萝卜快跑为您服务，已为您设置空调为24摄氏度，请正确系好安全带。乘客您好，为保证您的乘车安全，请勿在乘车期间内解除安全带，进食或站立。 自动驾驶启动完成，请全程系好安全带。祝您行程愉快，行程慢慢，随心听听。
辆停靠中，请保持安全带系好，停靠中不要打开车门。已到达目的地，请带好随身物品，从右侧下车并留意侧后方来车，留个话筒期待与您再次相见。